Welcome back to my channel. 今天呢是我久违回香港的一个周末，所以想说今天可以来录一个周末的 vlog。今天我有几个任务，首先我最大的任务是要来好好的清理我的 apartment， 给你们看一下它现在的样子，真的是蛮可怕的。那非常乱的厨房，然后我刚洗的衣服也还没有拿出来晾，这边有很多很多的杂物，然后床也都。哎呦，感觉你会掉下去。这边一团混乱之外，我的浴室也需要一个大扫除的部分。你看这个镜子等一下一定要重新清理。然后如果你们近一点的话，这样可以看到吗？就这边其实有很多的灰尘。然后顺便跟大家分享一下，我最近爱上戴 ColorCon， 我喜欢的是单纯眼球的颜色会改变的，不是那种会放大效果的。因为我自己有试过戴放大效果的隐形眼镜，我整人看起来很像一只昆虫，我自己看那个照片，我自己觉得蛮可怕的。想在圣诞节后我就会飞去 Vancouver 找 Ian， 所以我就是久违的又要再回到一个全部说英文的地方，所以我最近有努力的在想办法再找回我口说的能力，希望我回去的时候不要太结巴。像我之前拍英文的影片嘛，就我在剪片的时候，我就会觉得自己的口音开始有一点越来越出来的感觉。今天呢也想跟大家分享一个另外发现到的工具，这个 app 呢是 Snow 旗下的一个英文学习 app， 叫做 CakeCake 是什么呢？没错，就是你们去咖啡店会吃的那个 cake。那我现在就简单的先示范给大家看里面有什么样子的功能。如果你是第一次使用的话，我建议你可以先到搜寻的地方，然后接下来你会看到可能有推荐影片的例句，它每个影片都很短，可能就是15秒到1分钟之间。例如说我点这个巨石强森跟 Ellen Show 好了，它里面就会开始播放这个 show 里面的一个小段，然后下面你可以选择你要中文字幕、英文字幕还是中加英文字幕。在这段短影片里面，他们会选择一个重点的例句，然后它会重复播放三遍。然后你可以往下滑，它会有一个练习口说的 section， 然后你可以选择点击麦克风跟着朗诵。It just blew me away。它就开始评估我的口说的等级，然后你可以从上面的一个小喇叭去听它原本的声音。It just blew me away。对我个人来说，我觉得很棒的，就是你按到口说课程的部分，你可以选择它的难易度，例如说零基础、初级、中级跟进阶。我个人最近在看的是这个 Culips Catch Word， 你点进去之后，他们这边会有一个对话，然后你可以按它的麦克风。I'm going skiing. Would you like to come along? 我个人还蛮喜欢他们的口语课程，是因为它是一字一句，你可以对照母语人士讲的口音跟你自己讲的口音差别在哪里，然后系统会去帮你做评分。我自己有实验过，故意讲的比较好跟比较不标准，它的评分真的会有差。在学习记录上面，你可以用课漏字再去做复习。最后跟大家分享一下关于这个 app 的几个优点。首先第一个，它是完全免费，然后零广告，所以不用担心一直被广告打来打去。第二个就是我最喜欢的，就是它的口说评分功能。因为这是自主学习，所以你不用担心会讲错会尴尬，你可以重复不断的讲，不断的练习，不断的听。第四个呢，是上面的影片都比较简短，然后很多用，所以这样子的形式就很适合大家可能在零碎的时间去做练习。另外里面也会有一些 YouTube channel 的内容，所以说不定你也会在上面发现一些新的频道，或者是找到你喜欢的 YouTuber 在上面。如果我追踪我一阵子的人应该都会知道我对语言学习是很有兴趣的，不仅仅是英文，自己其实有私心希望 Cake 可以推出一个韩文版的或者是广东话版的，这样子我学语言可能会快一点。那大概是这样子，因为我剪辑的关系，你们不会知道我刚打了多少个喷嚏。你知道我现在家里有多少灰尘吗？想到要打扫，我的心就凉了半截。我不小心把袜子给吸进去了。
I made the bed, I cleaned the kitchen, I did my laundry, I cleaned my bathroom, and so I think I deserve this. 我小时候很羡慕大拇指可以很弯的人，就是我的就只有这样子而已。但是后来上了生物课之后，发现它好像是基因的问题，然后舌头也是，因为我不会卷舌。Focus， 嘿，因为我好久没有开拓新的咖啡店了，我现在要去一家也是在吸引盘那附近的一间咖啡店，然后顺便去剪剪片啊什么的。然后我下身上穿的衣服跟我上次韩国的 vlog 一开始的那件是没有错，是一模一样的。这个好像是蛮久以前那个 Tiffany 跟 Puzzle 出的联名款，我很喜欢它袖子这边就是做这样很慵懒的设计。然后哎，在哪里？然后这边有一个茶杯，这边写 Earl Grey， 不知道为什么这台相机拍的我的头发特别的棕色。我真的超级喜欢黑色的，我今天又穿了黑色的裤子、黑色的鞋子，手机是黑色的，然后包包也是黑色的。姐从伦敦回台湾过圣诞节，所以就是要回去全家人一起过。然后我26号就会飞到加拿大去找Ian，所以 yes， 所以就表示我现在其实没办法做什么 grocery shopping， 因为买了我也吃不完。这个是之前有一段时间很多人吃的素素给我干面，然后口味是川味劲辣风味。其实我也可以选吃千拌面，但是我已经在频道里面吃过两次了，我今天就吃别的。今天好像做了很多事，但其实好像也是蛮一事无成的。其实我可以加个玉米耶，但是干面配玉米会不会有点奇怪？好像会。我今天的皮肤感觉很好，还是因为这台相机的关系？如果是因为这台相机的话，我要去买这一台。讲到这里，今天要非常感谢借我相机的 Agnes， 这台是 Canon 的 G7X。 其实我之前有想过要买这一台，但后来选择了这台 M50， 因为它可以架那个麦克风。不过这一台我觉得使用下来，除了真的它的对焦很慢之外，其他真的是没话说。而且它拍起来皮肤整个变超好，你看自动美颜效果。Kiss me once, then kiss me twice, then kiss me once again. It's been a long, long time. 你有出去玩的吗？Never felt like this, my dear. Can't remember when.
白酒，然后我现在在看 Twice 大概三个小时前的直播。阿妮啊，我都没有注意到你，我忘记了，我忘记在呢。여기서만약에원숭이가나왔으면아나는근데나도다해주지现在呢，我要准备来煮我的饭后甜点，或是你可以说是宵夜。这个。今天要来煮汤圆，因为昨天是冬至，但是我没有吃到汤圆，所以想说今天自己来庆祝一下。给大家看一下我的水已经滚了。好，它的 size 比我想象中还要少，所以。我一个人吃就吃个5颗好了。大家吃汤圆都喜欢吃什么口味的呢？我通常喜欢吃黑芝麻，或者是还有什么口味的汤圆啊？然后其他口味我好像还没有特别吃过哦。但是我不喜欢吃里面是肉的汤圆。你看，就是我真的是很好取悦的一个人，5颗炒汤圆就可以让我自己很开心了。那粘锅。现在应该算是有浮起来了吧。汤匙，把我亲爱的汤圆捞起来。突然觉得5个好像会有点太多。Hey guys， 我刚洗完澡，我现在想来敷个 mask。我有几个选择，第一个是 Innisfree 的火山泥面膜，第二个是 Gleam Glow 那个黑色上面有亮晶晶东西的，它是 Gravity Mud Firming Treatment Mask。最后一个呢是 Cosrx 的 Overnight Mask， 这个应该是最轻的，它是保湿的版本。我用 Gleam Glow 好了。Oh my god！ 我这样好像脸上有胡子哦。我就敷下面就好了，上面怕会弄到头发。其实我今天本来打算要去 gym， 因为很久没有去了，然后本来也预计说要剪片，但发生了一些事情，那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啊，但我就是现在心情没有很好，所以我不想要，就是不想剪片，所以想说今天晚上来看个书好了。然后这是我上次在博客来看到的热门书单推荐，他说听说你在创业。那今天的周末 vlog 就到这里啦，其实是一个很平凡的一天，但对，虽然今天晚上不是一个非常快乐的 ending 啊，但你知道人生嘛，总是会有开心跟不开心的时候，日子还是要过，总是要面对的，所以不开心的事情就留在今天吧，就是喝酒喝一喝，明天应该就忘记了。今天影片就到这里啦，如果喜欢的话可以帮我按个 likes， 然后下次影片见咯，拜拜。